这个老头究竟有多狂？看见前方有自行车前，二话没说直接就撞了上去。小伙吃痛掉进了水沟里，可老头却不慌不忙。他先是摆好路障，然后再穿上一套消毒服，以此来达到伪装的效果。果然，等有路人经过的时候，司机们都不敢有一点停留，生怕染上病毒便扬长而去。等路人走后，老头拿着农药就朝小伙走了过去。在极度的恐惧之下，小伙很快就被老头抓个正着。而这一切的一切，就因为小伙在骑车的路上对老头进行了嘲笑，却没想到因此惹错了人。最后，老头将喷头塞进小伙的嘴里，直接将他送去了西北。然而，与老头一样脾气暴躁的人，还有开车易怒的怂哥。这天，他带着妻子女儿去郊外旅游，可不料半路却被人超了车。怂哥本来就好面，随即就与灵车展开了较量。不曾想，半路上却差点出现了意外。眼见自己一家人差点就去了鬼门关，妻子对着怂哥就是一顿数落，谁知却换来了怂哥的不满。眼见自己出了丑，怂哥立马加大油门想要找回面子，可不料前方一个面包车却挡住了去路。然而这次左边没有路，右边又有大货车，怂哥根本就没有办法超过去。于是他便开始咒骂面包车司机技术垃圾，甚至还让自己的女儿跟着自己一起嘲笑对方。谁知一个不留神，面包车突然刹车，怂哥差点就撞了上去，这可把男人给惹恼了。于是趁着超车的功夫，怂哥也看清了司机的脸，没想到正是那个暴躁的老头。可他却不知老头的狠毒，反而比了个手势嘲讽对方。妻子提醒他不要惹事，可怂哥不但不听劝，反而再次加速甩掉了老头。然而就在怂哥一家人在服务区买东西的时候，老头却追了上来。他希望男人能够给自己道歉，这样刚刚的一切他就当没有发生过。可怂哥本身就是一个爱面子的人，再加上周围有不少人围观，于是他不仅没有道歉，反而还嚣张地推了老头一下。怂哥打死也想不到，正是自己的这个举动，差点让自己和家人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果然，等男人刚开出去没多久，他就发现老头开车追了上来。这下怂哥慌了，为了不让妻子女儿担心，他立刻调转方向想要甩掉老头，可没想到对方还是追了上来。这下男人彻底怂了，他只能不断的加大油门，甚至前方是红灯，他也毫不犹豫的冲了过去。然而终究纸包不住火，很快怂哥异常的举动就引起了妻子女儿的注意。果然没过一会儿，他们也都发现老头追了上来，这下可糟了。妻子建议立刻报警，可怂哥怕在孩子面前丢了脸面，于是便做了个疯狂的决定。只见他将车子停了下来，然后独自下车准备和老头理论。好在老头也并不是蛮不讲理，他只需要怂哥向他真诚的道个歉，之前的事情依旧可以一笔勾销。可本就丢了面子的怂哥哪里肯同意，反而埋怨起是老头的不对。这下可惹恼了老头，一把就夺走了男人的手机。为了拿回手机，怂哥与老头发生了冲突，可不料老头的力气却出奇的大，年轻力壮的怂哥竟然还落入了下风。妻子眼见情况不对，想要上前帮助丈夫，可却一个踉跄，差点被车子给压死，死里逃生。过后，怂哥被妻子一顿数落，他也终于明白了面子没有家人重要，于是便来到车前向老头道歉。然而事与愿违，这次老头却认为道歉来得太迟，便拒绝了怂哥的道歉。这下男人可忍不了，他开始不停地拍打车子让老头滚下来，却没想到下一秒老头真的打开了车门。男人见机会来了，于是便急忙伸手去拿自己的手机，谁知下一秒就被老头给拽翻在地。可还没等怂哥爬起来，老头却拿出了车里的农药，然后狠狠地朝男人脸上喷去。怂哥见情况不妙，立刻跑回了车上，谁知下一秒老头就拿着农药追了上来。好在关键时刻，怂哥加大油门逃了出去。然而车里的农药没过多久就扩散开来，一家人很快就坚持不住停下了车子。他们只能找到一处水坑去清洗身上的药剂，可没想到等再次发动车子的时候，轮胎却陷入了稀泥里，而老头也刚好追了上来。没有办法，怂哥只能让妻子驾驶车子，自己则下来推。然而好不容易等车子开了出去，老头却已经出现在了面前。这时怂哥吓得屁股尿流，好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他还是赶上了车子，然后迅速离开了这里。可正当男人一家以为危机已经解除的时候，更大的危险却已经悄悄降临。很快怂哥就来到警察局报了警，然而他打死也想不到，与此同时，老头竟然根据手机上的划痕成功解开了自己手机的密码，紧接着还根据里面的信息成功得知了自己的住处。很快老头就找到了怂哥的母亲，并且将事情经过全都告诉了老太太。老太太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，想要呼救，可最终还是被老头给一把控制住。而与此同时，怂哥和家人也报完警回到了家，却不曾此时女儿却发现自己的奶奶和爷爷都被锁进了厕所。怂哥听见动静，立马想要跑上去查看，谁知却迎面碰到了老头。然而老头似乎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他并没有攻击怂哥的家人，反而只是追着男人就是一顿输出。好在最终怂哥从后门逃了出去，可老头却依旧没有打算放过他。等跑出了屋子后，怂哥担心自己的家人遇害，于是便又返回了家。可他害怕与老头碰个正着，于是便决定爬墙进入自己的房间。好在没过一会儿，家人们也都听见了怂哥的动静，便成功将男人拉回了屋子。可奇怪的是，可恨的老头却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从那以后，怂哥吓得再也不敢动车子一下，甚至送女儿上学也都会选择步行。可那件事始终像个石头一样压在他的胸口，久久不能消去。直到某一天，那辆面包车又再次出现在了怂哥的身后。